各位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光，是光我们的 Minecraft 伺服器吐槽时间。对，这是一个新的系列。对，然后对，没有，对，就是一直讲对就对了。好了，这个网页是一个正版验证的那个，对，在我们正版验证网址。然后今天我们玩的是这个，要把它先拉上来，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。我们今天玩的是《文境之塔》1.7.2 MMORPG，什么仿2006风骨打怪炼等防攻击机台，仿 D6S 这样说得通啊。然后好像材质包告 peace。好，然后之后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正版验证的一个网址，它打上你的 ID 就会查到你的角色，如果没有就会跟你讲没有。然后我们直接回到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游戏现场。对，我们现在进来这伺服器之后，我们登录了之后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东西。对，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？你刚出来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到底在干嘛。对，就是这边就是刚下来之后，你一出生的地方。首先，他会跟你讲介绍引导书，我们这是讲一些就是伺服器的一些精华，然后再就是这个，然后再就是这个界面书，这个东西非常的简短。然后再来，想先问一下，再来要干嘛？你们知道再来干嘛吗？不知道，绝对不会有人知道。我倒是晃了5分钟左右才知道到底要去哪个地方。好，先暂停一下。那我们先直接来做一件实验，因为我会吐槽这伺服器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开正版验证。为什么你会确定没有开正版验证？现在随便找一个2003 10233，回到我们的网页。2003 10233，好，随便找一下，查询，然后没有这个，我们随便翻个中文，就是可以拿到这个 ID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它的搜寻结果。那我们再回到游戏画面，对，好，回到游戏画面，我们看到一个 Annie 嘛，Annie，哦，我刚吃了一个不错的东西，哎。NIE，哦，有这个倒是正版的，那这个就不理他了，狗屁死。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GGG 五个 G，然后 PP 五个 G PP，哦，五个 G PP，这个就有两个了。好，那这个不理他呢，我们再找一个 I。哎、欸，还是找一个很奇怪，Zoxdz，好，找看看有没有这个名字呢？叫没有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只有那个什么，好，那 Z445566，大概只有一个是盗版，然后这边找第二个是盗版玩家。再来就找什么353081，353081，搜寻，哦，这个也是盗版，所以可以明确知道这个是一个盗版伺服器，有人没有开正门验证，因为我在前几个小时开直播，然后想要让大家知道这是盗版伺服器，然后好像没什么，哦，就算了，反正就开个新的系列来吐槽这伺服器。对，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要干嘛，因为我花5分钟才把这个区域整逛了一遍，然后之后发现，你看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，你看这东西，哦，还没完哦，没完哦，没有完哦，但是这个东西，跳伞，看这个，这是锁箱子系统，就是大家很常见的一个系统，但是它放在这边很奇怪。然后之后我没有右边这个 GUI 的界面，其实也很怪，因为我们是用等级。我们的 label，然后之后我们还有界面书，这边也很简单的界面，太简易了。然后我们还需要用书来那个，我可以打个，它是右边写个指令之类也不错。反正就是这样子。那再来，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去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什么捷运村。然后之后你开箱子的时候，你不能拿的东西就是不拿奇怪东西，空手去开才会有东西可以拿。然后这边还是英文的界面，没有翻译成中文。一大差别。然后我们这边用硬币是那个
砖吧，什么红红砖的。对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我们现在要去打怪区，我在打怪区，就十的以后来的是来这边，因为我有问到玩家。对，然后看这边有个问题，肚子饿哪里可以换食物？没有理他，没有理他，我也不想理他，因为我没办法打中文，因为我们现在是 1.7.2 版，所以很慢。我们现在打怪的地方就是这里，你看这边，看到也是一个骷髅矿工，他拿的稿子跟那个。然后马上就重生出一只，哇，太屌了！然后他是用非常古老的生怪砖的方式去用自定义的生物，不是用 spawn 点，它是有一种叫先进点插件，叫可以直接 spawn， 让它再按照时间去蹦出来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怪又打到超级痛，可是因为这边20多种怪关系，那我们现在慢慢的走下来，看看什么东西。然后看到这边有个箱子，打开它会有一些宝物。那宝物干嘛？是宝物。然后这边怪非常宽广，没有食物，没有食物。哎，不，还可以用书本发动技能的。喂，先生你，书本可以发动技能，看到吗？书本可以发动技能哦，然后书本可以震退那些，不吧？与伺服器大卖点可以用书，在2017年我早就不再用书本开这些东西了。然后你只是单纯就可以刷一些怪，然后快死掉了。然后 speed lag 最重要是这个伺服器会超级 lag。你看，完全不知道发什么事情，然后就哦，震退，我赶快，你看又 lag 了，又 lag 了，给大家又 lag 了。热泪格之后，哦，马上死一个奇怪家伙，哦，你看再大就这样又死了又死，我们又重生。你看这边怪已经刷了不知道多少只怪了，那我们想想看怎么办呢？啊，一直开技能看看能不能刷多一点，然后可能过五分钟之后你还在这边，看那边有一堆怪，哦，打你们痛。我们可以开个嘣，马上就死掉了。你看这边还有个蹲下右键可以。我们现在复活中，我们吃到一个。这边有个复活的时间，我们现在隐形跟夜视，失明了，失明效果我们可能持续个。对，好，持续了0秒，然后之后回来之后，哦，复活完毕，终于跟你讲复活完毕，然后终于可以动。然后你可能会得到恶心效果，24秒。21秒，看这恶心，这个糟糕了。嗯，那我光吐槽没有用，我可以介绍优点吗？没有优点，抱歉，这个伺服器有点糟。那活动类型就是用，就是你知道 Minecraft 有一个插件网站嘛？那去里面抓，然后设定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你看到这边是它的组成，组成的话这边有很多奇怪的东西，像是这个要干嘛衣服，但是。这个也是，这是叫工会地，炎龙班地吧，我不知道能干嘛。然后就这样，然后这边有锁了一堆箱子，金龙虚佐，看起来就盗版的、啊。对，看你知道是盗版玩家才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干嘛？这个地方是弓箭手训练所，这是弓箭手职业会到的地方。这个是 home， 不知道。然后大概就这样。我没有，我一定要吐槽完之后才能结束这一集。大概吐槽了9分钟、10分钟，大概就是一集完整那个。然后这家伙不知道干嘛，那个不同。然后那边是到二十等开始的树林，然后那边是搭船，前面是不知道干嘛，一堆奇怪的地方。看这边，哦，七伤人骑士。电视骑士30等的地方，每次走到这边都觉得很奇怪。因为那时候我10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去哪边打，我还不知道问。对，看那边有强化石，我要找一下 VIP 的那个商店哦。
工会弟，女郎，好啦。好，这边到这边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来看看这一种布鲁斯的家，不对，很美。教堂，那个神父，神父可以跟你忏悔吗？哦，他是传教士，传教士二转传教士，我以为是 VIP 的商店，都不是。好的，硬币兑换者，重点该有东西。排队，好，完全没有东西在这边，他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看这个大致的建筑就是这样，其实很像是马里昂围墙里面的人嘛，什么晋级的巨人。光嘲讽这是不是没有用？我觉得很好笑的地方就是这些。会想笑啊，会很想笑。哦，我看到这边有那个宝物鉴定家，所以我们收集到宝物可以来这边贩卖之类的。好，没有，不是没有重点。汉丁格家，应该少个墨吧？这副真棒，只在这里棒。然后刚刚 lag 太 lag 了，所以我不太想打怪，因为打怪会。那我觉得很烦，这个原因。然后这边有其他地方，好像传到这里吧。这边有一个什么瓦卡沃卡村，对，瓦卡沃卡村，反正我也不想去，大概40帧后了。然后这边那个中间这个是蘑菇岛的地方，然后没有然后了，要14帧，你知道去哪一边？你要在那边，你要在那矿坑弄一阵子，那起小操。这边有一个135等的崩坏东京跟桃花仙境，这是新风之谷的那个地图，这倒是没有意义的。不过看起来都不像风之谷，也没有那个道具装备干嘛的，能穿在身上。看哦，看到没有？一镜子，觉得可以穿时装之类的啊，比较酷啊，但是没有。好，那我觉得。这样吧，这幅大概就只有这样。那到后面也是照样刷刷刷，然后聊天讲干话，跟一群奇怪玩家玩。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自称会好几次分神，那只是换个名字，然后上线，然后跟大家 hello，然后对，没有然后了。你可能可以双开、四开、五开、八开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刷满所有副本。嗯，这今天吐槽到这里为止。那再来还有一个总结的，到时再说，拜。